喝点水，自己拿着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妈妈在挑战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比打冰球还难吗？<笑>差不多吧。洋洋他们都笑话我，他们笑话我是女孩子，说我打球没有力气。 他说我跑不动。嗯，他们说的好像也没错。那你为什么还答应让我来学冰球？因为你说你喜欢学冰球呀，而且妈妈也相信你会做得很好。妈妈呢，不想听你美化困难，但是正因为我们对困难有了足够的了解，才不会在失败的时候灰心。 而且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。嗯，我的果果是最棒的。那我也一样，相信妈妈能做好。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妈妈。妈妈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耶！哎，林壮，咱俩可得有5、6年没见了吧？不止，得7、8年了，咱俩。真快。嗯 你咋就跟你那么久没见了？真是，他现在大老板了，约的吃饭哈，得让秘书先拍档期。什么老板啊？都是给人打工的。看看，看看，看我现在是发际线，这叫什么？天选打工人。那行啊，我看你们那个这程序员炫富，现在流行比发量是吧？对，就咱们班老挂科的小胖子，那吴佳明，对对对，吴佳明，吴佳明。 风水轮流转，人家现在是江东大学副教授。要说咱们班现在混的最好的，那得数顾许了吧？嗯，咱瞧瞧人家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，后来一边在加州理工读博士后，一边自个创业。哎，人老人家还顺带手的得了一个他们校友基金会的，叫什么？职业成就奖。这个奖可不是一般人能拿的。 那在行业内那就是妥妥的大神。林双熟，林双，你以前你那个死对头嘛，千年老二。<笑>哎，你说起千年老二，我想起来了，林双那会儿在咱们班啊，那绝对是学霸哈，绝对的第一名。那一年那个全球大学生成绩设计竞赛，是不是林双拿的一等奖？一直是呀。嘿，那领奖的时候那小劲儿拿的。希望未来的我。 用设计改变世界，让梦想照进现实。哎，得了吧你！我像你这样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做作死了你！哎，对了，林双，你现在在哪儿够用呢？这两年同学聚会也没见着你啊。我生完孩子之后啊，就当全职妈妈。<笑><咳>吃鱼，吃鱼。 他们家野生白条特别鲜，都凉了。哎哎哎！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，每个人都是选择一种自己觉得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，其实也挺好。我就是觉得，以林双的能力啊，稍微有点可惜了，对吧？ 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，你忘了咱们老师那对林双的期望值，那可是最高的。
不是林双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顺嘴一提。哎，其实吧，我觉得当全职妈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我们甘愿放弃个人生活，承担起一年365天无休无息的高强度工作，这才是应该令人尊敬的职业。而且没什么可惜的，因为我现在打算重返职场。虽然那些年吧，我一直待在家里面，但是也不算完全脱离职场。我偶尔没事儿也在外面接一点外包的小活什么的。所以今天请你俩过来呢，就是想请教一下，就像我这样的情况哈，具体应该怎么办呢？有点难。林双，你的能力呢？我们了解的人，啊，当然都知道，那绝对没有问题。你也工作过几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只能说是有经验、有积累。第一呢，你没有突破平台；第二呢，你没有在行业内做成过特别大的成功案例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再加上你中途又休息了几年，咱们都知道，那是绝大多数外包的活，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小活。嗯，你要是拿这样的履历，那公司的 HR 直接以一句专业知识技能退化断档，人家一句话就把你给否了。嗯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一开始吧，你的要求呢先别太高了，有可能得像新手一样从头做起。就说实在的哈，如果要是说新手小白，公司更愿意招朝气蓬勃的毕业生。一般像咱们这个年龄比较少找招聘信息，都是猎头挖，要不然就是圈内互相推荐。林双，你也别着急，我尽力帮你去留意留意，也降一降，别太高了。我也帮你想着这事儿，你自己也多了解一下现在的最新的这些讯息。如果有可能，把专业还是得减一减，因为毕竟咱这个行业还是靠技术吃饭。哎，师傅，麻烦您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你上错车了吧？你这不是江 A3QW20？不是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师傅，你到底把车停哪了呀？啊，我两点半必须赶到风水大厦的。你停哪个路口了呀？你在哪儿呀你？哎，你好，我正好也要去风水大厦附近，要不我送你一下？哎，谢谢谢谢啊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我这正是赶时间。看你样子应该是互联网的吧？啊，对，我就标准一个码农。太谦虚了，你级别肯定不低。我是从这个发量上看出来的，我一个朋友刚教我的。哎，别提了。咱敬瑞的项目组长啊，真是绝了，给我塞了一大堆这个实习生，说是为了节省开支，我每天啊焦头烂额，就给他们找那个 bug。 哦，你是敬瑞的啊？对，方舟磐石敬瑞这个园区 IT 三巨头厉害呀。那是以前啊，今非昔比了，咱敬瑞啊现在是方舟跟磐石当中啊好活，是苦啊。看前面快到了，今天真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还得我谢谢你呢，跟你学了不少。要不我把钱转给您吧。哎，不用，快去忙吧。啊，谢谢啊。